看这一题。这一题他说哈 ，m 是一个整数啦，而且满足这个不等式，那 m 是多少？好，那我全部给它减二，好，这减二的话是二嘛，小于等于这减二是三分之 m， 这减二的话哈，五减二是三啦，全部乘以三，好，这乘以三是六，小于等于 m， 那小于呢乘以三，三得九。好，那所以 m 的话呢是六、七、八、九不行啦，因为 m 是小于九，没有包括九，所以是六、七、八。